老板您好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范吉南，我今年22岁，我跟邵移民练十度，我体重50公斤，我高中毕业，我还没结婚，不知家有无夫人，我住在广平城，我不怕辛苦，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做，我今宵快乐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